我们现在来到了一家咖啡馆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。你看，它是1978年就存在的哦，这是个吧，它叫 Schwarzes 咖啡。一般来柏林旅游的人不一定会知道。我进去看一下，还很早，还没有什么人，还没有什么人来。The good time and your blue swimming pool.早上是10点到20点开放的。等一下是他们1987年的时候的菜单。这家店呢是柏林市区内为数不多的知名的有 Apps 的地方。叫什么呢？我会在字幕里配上。我这个是叫 Inhale Exhale， 有苦艾酒的。你那叫什么来着？ Swimming pool 啊，对啊，好像啊，游泳池的感觉。吃饭啦。我们吃完饭要走来，你看现在已经都是人了。我好像打了一个饱嗝，对不起大家。没有什么是一杯咖啡无法解决的，快来关注我们吧。